有没有补血药水？没有，没有。做精进给你。什么精进？我想再进去勇闯一次。那我给你装备，你过来。好来。等一下，我刚捡到好多装。Give me. 你在合成了？对啊。哦。来！哇哇哇！全套哎，好猛哦！ Go! 我要进去喽！冲哦！冲哦！哎，怎么了？地底下还有一艘船呢！一大堆蜘蛛啊！对啊！哎，这边一大堆蜘蛛啊，超多的！不是，地底下有两艘船，已经有三怪箱了，这边太多蜘蛛了，太扯了！来啊，粉丝，放我出去！超级多欸，是有三怪箱吗？你们在哪？我们在还在那个 水面上的船。那个应该是我找到三怪砖了，可是我打不掉它。哪里？你进来之后，左手边有个缝，你进来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啊，金红萝卜，好吧，通过了这一关，快。不行，还不能放弃。原来波碰在那个，他在敲那个啦。哎，剩这个还没敲，好吧。只剩这个，你也死了。我死了。那怎么灯一个都没亮？嗯，海绵都在我这里啊。哦。我在。波碰在敲哪一个？我看不出来。我在地底遗迹。地底遗迹？这里有地底遗迹，然后还有两艘沉船。你在靠近重生点吗？还是没有比较远的那个吧？这一块吗？你在敲这一块啊？这边还有船哦。为什么你可以敲着别那一块，然后脸朝着别的地方啊？它坏掉了。你看得到吗？我刚看到。真的，还有一艘沉船呢，在下面。那艘沉船感觉会有地狱之心吧？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水了，而且重点是现在那个船因为被我们撬开了，现在一堆僵尸嘛。地球超的要死快！我看不出来他是敲哪一颗。贺西你在哪？贺西，我在沉船里面。啊？我沉船里面。死掉了，来帮忙打这个。死掉了，哪一个？这个打掉。为什么看到你们头都是朝下面？朝哪边？这个打掉有什么用吗？里面有一个海绵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有水。等一下，有一个海绵。你们不是已经拿到了吗？不、哦，你挡到我了。不是，这会吸到水。怎么吸到水？它会变成湿的海绵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哇，这气场！我们直接上。等一下。我们直接上去把那挡下来就好了吧？哎、欸，还是说它只会吸源头啊？不知道哎。我上去把那个海源。我来。不行，我已经比你快。我要当拯救世界的霸主。哇！不，一直滑下来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扣水力很难控制，因为波碰淹死了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整条都是破掉的、欸。我这很简单啊。我们挡不住了。可以。好，重点是要让我上去。现在在找地狱之心而已。嗯。对啊，剩下找地狱之心了。哎，我怎么动不了？地球人好好吃啊！地球人在挂网哎，没什么用哎、欸，不知道沉船。吃海绵要用熔炉烧才会变干海绵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地球人还在敲。啊，你要用什么东西把它挡起来？泥土啊。我只有八颗，我没有办法挡全部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嗯。为何不挖矿？把露出来的围起来就好了。哦，是吗？把最下面的围一圈不就好了？
有这种事哦。而且我们好像没有，这一关有矿吗？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不早说？话说，你们应该先挖矿啊。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哦，哦我掉下来了。好啦，我们把下面围起来了。你要怎么把下面围起来？我快好了。你快好了，那交给你了。结束。好哎，是不是不合理呀？这我要死回去了吗？没有，下面还在流，下面还在流。啊，还没好啊。不用走地狱之心啊。还是说那个有打破过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、看一下水流的那个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边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堵起来就可以了吧？这个。Yes。还有这个。还有哎、欸，哪里？这里啊。好了。哦哦。结束了。好，开始敲喽！我看不出来地球是敲哪一个，你们敲的好像都不一样哎。那我们敲我们这边的、啊，敲靠近我们这个，对吧？大家一起敲同一个会比较快吗？会会。那就敲这个啊！你看我这边这个已经有裂痕，是吗？敲他那个吗？好吧，好。那我还要拿一根木镐。木镐。这个是什么石啊？黑曜石。哦，这就是黑曜石。地表难怪这么硬的石头。哎，黑曜石。好黑的铁石啊！还没敲出来啊？还没。真想看他怎么用这个石头做东西。我们四个人在敲同一颗石头。我还在找。我到哎、欸。球人的头怎么了？对啊，为什么他可以看着别的地方，然后敲那一颗？坏掉。诶、欸？诶、欸？你这颗是空的。不挖矿吗？可是有，好像也是可以啊。不过，就是你是不是动了？动了会怎么样吗？就没了。你如果停下来的话就没了啦。如果你是移动，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你们大家都在敲不同颗吗？哈喽走喽开关喽地之心放弃喽。他说地之心下面我看一下在哪里好不好。什么你说他们说在哪里最下面没有东西最下面没东西啊。那我去拿个东西。哎、欸、我是有看到很多钻石啊。这里有黄金哎、欸。下面很多东西啊。我地狱之心藏在石头里。我刚刚有讲错吗？我说黑曜石啊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拿完了，我要丢了。好喽。不行。不。到了吗？哎、欸，只有一颗而已啊，其他两颗在哪里呢？对啊，盖子。我要死回去了吗？奶绿观众说好像藏在地底，又是地底，是石头下面的样子。是哦，我一直在那个遗迹跟那个船里面走。啊，糟糕！我不小心掉到世界的。当时画就有点，当时就有点难找到，我要自杀。回来喽！好，我来放。我来放你放。沉船里面找找。嗯。Go！ 哎、欸，他说海绵要分开丢，那我分开丢，一次丢两个。刚刚是第二个没丢进去了，迷宫之地。No！ 什么迷宫？等等，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鱼关掉、啊？好吵。关啊！不行吧？啊？没事，不行。下雨，下雨。好，我们一起行动吧。你知道做一把剑吗？这鱼很多。哎、欸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迷宫哦，我要跑酷跳过去，哇塞！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赢了，啊，苹果南瓜派没了，好，撤退。对，不，我们现在进退两难啊。等我一下，我怎样？超好笑。
我这发现旁边有木头啊，我们可以先做剑吗？动到我没有办法吃。可恶！哎、欸，臭猫，里面是什么？线，小丑鱼没了。Shit！ 那前面有什么？前面有箱子啊。我开过了，南瓜派跟苹果。最前面那个、啊。对。你怎么穿过去的、啊？他跑跑跳啊。那我们要先转，我们要先弄个剑出来，不是吗？剑，对，没错。Rap。观众说：“这迷宫我记得有好多东西。”都没有。东西都快被我拿光了。时间，你给我答，给不了。我得到，我已经得到木剑了。你又要毁灭世界了。工具台完成。终于可以摧毁这一切了。放门口、哦。我们先让我们的工作环境舒适一点，不然真的会提供。既然是迷宫，我们走到最上面的话，不就可以一览无遗的往下看吗？有最上面吗？这上面好像 TNT 耶、欸、，TNT？ 哦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真哎、欸，那是什么、啊？对啊，那还是红石加玻璃啊。哇，那就挡住了。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会找到的。会给我答案。会给他答案。耶、yeah, ，实践。哎、欸，我好像到一个神秘的空间。哎、欸，有生怪钻捏。捏。哎、欸，坏了，木剑坏了。什么东西坏了？木剑坏了。木剑也是有限的生命。有水流，有水流就感、yes, 感觉顺着水流可以找到什么地方。夜是野大天，要不要我挖石头给你？你在问谁？你们呢、啊？我自己挖很多了。好。南瓜派跟什么？你已经拿走了。苹果。我觉得应该很多不是我拿的，因为。我经过的地方都有拆掉箱子了。嗯，都已经看起来不像迷宫了。哇，什么都没有，骗我！地毯式搜索，不可能，一定有东西。我现在都在抬头看呢、欸。TNT， 哎呦，为什么没有爆？这个应该是陷阱的，对吧、啊？你以为在上一场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它这边有个箱子是空的，然后下面有一堆 TNT。哦。可是没有爆啊！你跑好快啊！没有用好吗？哦，神怪砖敲掉吗？我有敲掉啊！我有敲掉。我这边也看到一个，我要敲掉。骷髅的吗？那个箱子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看过了。你们要不要路过也敲掉？我看到你们在对面啊。Hello。这边还没。哇塞，这条路有超多那个。那我走这边。超多蜘蛛网，一定哎、欸，中介珍珠哎、欸，用飞的。我刚也有哎、欸欸，有石斧跟火把、欸，有圆盾哎、欸，圆盾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我这里最高30%生命，90%击退抗性，无法破坏的。哇塞，那个是唱片呐、啊！啊，可以干嘛？你拿来打怪试试看。Piper， 我用中介珍珠飞，我卡住了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找到中介珍珠有屁用啊！可以飞，可以传送。传送哇塞，我看到你掉血海了，我帮你打。烂透了，所以这底没有东西。骨头。什么？你捡到了？对啊。我穿过去了。啊，你刚没看到我弄？哎、欸，有胡萝卜跟金锭。为什么？你打过去哦。对，我穿过去。哦。哎、欸。有魔剑。也许这是个好方法，就是一直穿过去。耶、yeah, ！我拿到一把魔剑，这样就没有迷宫的夫了哈。夫，我拿到一把魔剑，这把魔剑没有耐久度，没有耐久度，它是一把钻石。钻石，你有东西吗？我看到神怪箱啊，有有有。
No， 拿到石斧。哇，各种工具在这里都用得到。工具。哇塞，天呐，哇一下。迷宫会给我打。迷宫，迷宫，就是要执行通过。啊，好像变黑啦。怎么那么多三块箱啊？这边要等级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恒星，我有火把，要给你吗？不用啊。对，我有火把，为什么不插？按。是啊。有东西。考马林吉。啊摸摸摸摸。你要拿吗？不用吧，有需要东西。哦、那我打掉、哦。我刚刚是从这里来。是 Crippler。然后右转没东西。右转。没东西，这里应该是船长他们来过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死路哎、欸，不会吧？那里有个东西是什么？哦，那是 Baker。你是头上？捧砸了！不不不，我已经丢了两个浪费、欸。又是死路哎、欸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死掉就完蛋了、欸。为什么？很难找哎、欸。不会啊。对耶，因为它是迷宫。不会啊，我记得怎么走过来的。我是看到乱晃哎、欸，我是乱晃哎、欸，我已经看到你们了。不是吧？你过来了。这里有个真快装，我把它过来了。我操！啊，我要死了，糟糕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哭工哭哭哭哭哭哭噜哭噜哭！哭工大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操你妈！不是这样子的哇，我回不去啦，根本就不知道我怎么走的。不知道你怎么走的，因为我刚好看到你这样。我乱，我完全乱走。一定有一个是放在最正面。嗯，不要射我啦。哎、欸，故宫大人，我看到你了，故宫大人。哎、欸，我们拿动宝那个宝箱拿完就顺手把它拆掉嘛。哦，我有拆啊。好，有道理。对哦。啊。我有神装啊，来单挑啊。疯了。你们这些被黏住的笨，哎、欸，爆开了。走了，我们去探索啦，不要一直挖东西。哎、欸，天哪，路被你打成这样。哇哦。哇哦。你确定你记得这么多回去？记得，而且他帮我破坏地形。我刚才遇到一个地方有那个黄金怪，黄金生怪砖。糟糕，我一点都不记得。我也忘了。好啦，我这里，而且好黑哦、喔，这里。好多怪啊，好多怪啊！这里又黑又大。是。史莱姆球有用吗？没有。实践，但有一块铁锭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！吓我一跳，没事。不要！哇，没有满血，不能回体力。行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没爆，哦、你没爆，怎么一下就死了？不要激动！哎、欸，僵尸拿剑砍，僵尸拿剑砍特别痛哦、喔。啊，是凋零怪？怎么回事？有凋零？天哪、啊！奶绿，你都没回收箱子哦、喔，还有朋友跑过去点。哎嗨嗨嗨，来、啊、来挑，有种来挑。啊，糟糕！哎呦，怎么有地板有洞啊？哎、欸，有观众叫我们留意水里，我们要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水里。水里是一个地方吗？嗯，水里在南头。哦，凋零，我看到了，走开！站长，别跑，我看到你了。嗨，这条路是我特别挖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见了？消失。哦哦哦哦！半条哦，痛死了！是不是个拿剑的僵尸打特别痛？对啊，我刚被拿剑僵尸砍一下。